She's not a man. Like your cousin.还是买只鸡还是做什么的？哈哈哈哈哈！阿叔，你有买？Q，又去了。Q，哈哈，很高兴哦。没有看过这种狗，可怜啊，关在家，关在一整天啊。我放那边两只啊，圈两只小狗，人家一只大狗，那就默默地亲过去。